入嚟先講。今日好開心啊！學校邀請我出席佢嘅校慶啊，就係我學校成滿書噶嘛。舉手。有。電腦堂，點解呢？因為上親電腦堂呢，都唔係上堂嘅，係上網嘅。小食部最中意食咩嘢食？梗係撈麵啦，6蚊一個，整埋包喺度咧。好搞笑嘅，特別方法就係我哋買啲撈麵咧，用個紙跟住包住咧，整個地方嚟，跟住小食仔包翻去賣，攤開咧，好似食緊嗰啲漢堡包咁樣都有嘅。最中意咩球場？即係籃球啦，最中意。有冇啱啲方向嘅重量？梗有啦，呢個係學生必經嘅階段嚟噶嘛，係咪？相信你都有嘅。唱一首關於校園嘅歌。同學各位，找個位，這是你的開學禮。啊，唔知你哋記唔記得咧？我哋上親音樂堂嗰一首必定會教嘅，嗰首就係、是。命運就算跌會流離，命運就算曲折離奇，命運就算恐嚇着你，做人沒趣味。OK。大家好，我是 3C 班李浩軒同學。當潮流愛新鮮，當旁人愛標籤，幸得碰著你我，是窩心的字典。難道我太多未愛到，愛到受夠，感謝彼此的這雙手，再牽手時我繼續埋藏我愛戀，沒有再。